啊，热比亚见面，伫政治上的代表的意义啊，我相信我有需要讲，因为中国现主席，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开会时有讲，伊讲啥？伊讲中华民国民进党已经去予中国共产党消灭，但是即马台湾阁出现一个比民进党强十倍的一个社团，叫做台湾民政府。美国的军方伫后壁伫支持，咱嘛爱承认讲无毋对。台湾民政府后壁就是美国的军方，即个美国的军方就是 USMG。U.S. 是美国，你拢知影 ，M 是 military， 军事 government， 军事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台湾建树，建树的所在，它有光复节，这就是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的时阵，第一步用骗的，甲你讲台湾光复节，建树哪有光复节？全世界跟台湾讲建树也有光复节，所以建树无光复节，台湾的地位唔对的所在，就为这个光复节开始，后壁一连串直直唔对去。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7日伫密苏里舰，日本东京湾的密苏里舰顶管啊签一个投降书。这个投降书签的时阵，日本的代表叫做日本迄当阵伊的外交部长叫做丛光葵。这个丛光葵伊伫签的时阵，伫迄个投降书的顶管足清楚下，丛光葵外交部长代表 emperor 天皇 and 和 government 政府，就是丛光葵的身份有两种，一种是日本天皇，一种是日本的政府。所以你就知影讲，日本这个国家是分作两个头啦，就是二元的政治体，两块啦。这个两块的意思讲，一个天皇，一个是政府。天皇拥有的土地，有领有，有所有权，佮交伊的管理权，予日本的政府的手上。这是今日咱来伫上课的时阵真重要。一个观点，要让各位很清楚的了解，不是说像中国人，他自己要说，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如果说自古以来，我跟你说，全世界会乱起来。因为在1830年，拿破仑以后，世界法律改变，改变说，占领不能够专主权，占领不是并吞。古早咱看电影，咱知影，尤其是那因中国人占领，这个土地就变因的，占领就朝代就改变。迄款的是占领讲改变主权。所以，自1830年、1840年拿破仑时代以后，国际法已经很严格的规定，占领不能并吞。啊，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是国际法里面非常的明显的规定。今天检讨台湾，我在上节课有跟各位报告过，1895年4月17号马关条约签了，1895年的5月7日马关条约生效，6月7日日本派华山之际，中国李鸿章的二儿子叫李经芳，在基隆的外海横滨湾顶管签交割，将台湾和台湾周边的群岛和澎湖割给日本天皇，这很要紧的哦。所以后摆咱受过训的，你别当讲哦，马关条约台湾割给谁？日本政府 ？No， 不是日本政府。挂日本 ？No， 挂好日本天皇。挂好什么人都爱讲迄个人啊？你甲我买袂一只车，所有权
爱过我的名，因为契约书顶原是写你的名甲我的名，当然这个契约书爱写我嘛，对不对？我敢会当讲写我后阮后生的名，袂使哩吧？这种真普通的常识，听就知影。所以马关条约足很清楚。啊，有人讲哦，奇怪呢，马关条约第一条甲上尾一条都无写日本天皇啊，啊写哩多？条约顶完有一个前言呐、啊，这个前言是啥物？刚才咱在拍契约哦，头前爱讲个清楚，就是讲你甲我签契约是因为啥物代志？就是前言呐、啊，前就是前方的前，言就是头前讲的话啦，就是要签这个条约以前，头前先讲一寡话。啊，这讲一寡话就是啥？伊讲大清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大皇帝同意要签这个条约啊，所以有人讲我、啊、奇怪都条约内底都无写啊，有写前言，这就是国民党是安那到今日为止，以大学生的教育无爱互你读马关条约，无爱互你读旧金山和平条约。我讲这句话我负责，你唔相信你等于问，遐读大学的。法律系，你甲讲啊，你有读过马关条约无？没有。你有读过旧金山和平条约？没有。啊，无你读啥？开罗宣言。啊，开罗宣言是啥？宣言 （declaration） 啊，实际上是一种的主张。就是战争的时阵，啊，未战，啊，未战赢，啊，未什么人赢，什么人输的时阵啊，一种的政治的口号，要让老百姓鼓舞士气。哦，你若见你啊吼，我这块糖啊要给你吃。问题是这块糖啊不是你的啊，台湾这块土地不是美国的啊，伊才有资格跟你讲，你若见你啊，我这块糖啊要交给你吃，啊都不是你的，要哪将迄块糖啊放吃？所以迄是宣言，宣言就是一种主张。我主张讲，啊我若打赢，我这块糖啊给你吃。啊，这就有一个法律上的故事啊，你听好清楚。两个人，你甲我两个人，我的落地啊，摕一张彩券出来，大家乐还是什么叫什么乐？乐透。我甲你讲哦，我这张若丢掉哦，明仔载我分一半给你哈，给你看。我得等。这是一种的情形。第二种的情形就是，我甲你讲，我明仔载你去买一张彩券哦，啊，若丢掉分给你一半。这两种的情形，真正明仔载我丢掉，我讲我卖给你，什么款的情形你当敢讲？第一种还是第二种？第一种对不对？你大拢知，因为恁这技术巧的呢，足无意思的呢，袂当甲恁骗呢，也好受巧。我已经上二十七届啊，啊头一摆拢拄着只巧，所以我唔知甲恁讲哦。5月25号，我头前甲恁招诶。5月25号，全体哦，恁若要参加高级班诶哦，全部收啊。哦，恁真巧呢，表示讲恁事先啊有做功课啊。所以我要搁讲转来，即个条约诶问题。即摆要签条约诶时阵啊，你甲看吼，1945年8月15日投降，甲啥物时阵才签？1951年9月18日，伊这个签遮尔啊久，要了到七冬的时之间呐，有发生代志无？有发生代志，发生上界大的代志，什么物件？所以你也知影哦，投降啊，所谓的中战呐、啊，你知道太平洋战争，美国甲日本什么时阵中战？台湾什么时阵中战？中战呐、啊。中间是啥啥物时阵？有个人讲，是毋是1945年8月15日投降的时阵叫做中战 ？No， 迄是敢若是停战尔尔啦。你投降，日本投降，甚至9月7日签一个投降书以后啊，真有可能搁再发生战争啊。爱啥物时阵才有叫做中战？爱和平条约生效迄一天啊，才会当叫做
终战啊，终战啊。所以什么时阵先好？1952年4月28日，迄一天叫做终战。啊，即摆问题过来了。终战以后，是毋是占领者都要离开 ？No， 唔免啊。这是安怎讲？占领者唔免伫和平条约生效以后都要离开。虽然旧金山和平条约有讲，伊讲美国占领日本3个月内底，你要离开。虽然有安尼讲，但是无讲到台湾啊。所以伫美国有一个判呢，1853年 ，Close 对 Harrison 伫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呢，伊讲和平条约生效，无代表军事政府的占领停止，没有代表停止哦。啊，什么时阵要这样停止？就要讲参议院通过相关的法律，还是讲美国的总统宣布，安尼才有终战。你也看哦，这有深有深呢。但是台湾一挂迄个学者，那啥咧乌白写呢？他们10月25号就是终战，其实拢乌白讲。咱国际法有规清楚的规定，什么话叫做终战，什么话停止战争。那是很严格的。你想讲中华民国，伊讲抗日战争8年，够有8年？你想看卖啊嘛？中华民国当时向日本宣战，无宣战拢无遵守呢，没有宣战就是没有战争呢。什么时阵正式宣战？1941年12月初九。初七，美国去突袭珍珠港；初八，美国宣战，美国国会宣战，不是总统哦，国会宣战。而且会好多，好不好？美国的国会宣战，12月8号宣战，12月9号，什么人宣战？什么人？中国宣战对了。什么人？中国什么人？唔对了，林森啊。你看，伊阁甲你骗啊！吼、哦，伊足伟大呢，对日宣战呢，所以讲啊啦，取消不平等条约。我甲你讲，这中华民国这个海啊、姓蒋啊、蒋经啊、蒋介石迄当阵敢总统？唔是啊！啊，你唔是总统，你什么资格讲宣战？伊吼足趣味的，中华民国的一个公文哦，伫迄个中华民国的一个博物馆啊。在台中的中兴新村、啊、我去他看，哇，大家这么明、啊、还有对他很大力、啊、中华民国的语那音、啊、中华民国的蒋介石那当时是什么话你知道吗？行政院长、啊、他当时主席谁？林森、啊、行政院长可以选择吗？你看看那个有什么有敦义啊，怕马英九怕到那种形要宣战，是把你骗了，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啊、他根本就没资格宣战，他跟你说他宣战，所以你读的书、哦、好伟大、啊、取消不平等条约，你认不认真想看看不平等条约可以取消吗？我跟你说全世界所有的条约、啊、统统平等，哪一个条约平等？建书以后才有去签条约嘛，啊，你若建书来签的时阵绝对不平等嘛，建起来就是趾高气扬嘛，建书安那，敢那古要见嘞，啊，你讲你歪签袂使，会使，搁建你消灭嘛，所以拢安那，拢嘛签，所以马关条约签的光绪皇帝伊签的时阵，敢有人甲提醒甲压嘞，讲你爱签，无诶，所以像这种诶。条约签了后，你若讲真正中华民国讲，因为日本去战争啊，战赢啊，所以中华民国去这個、中国人去签迄个条约是不平等的，简单嘛，你告嘛，国际有一个国际法院啊，国际法庭啊，你告嘛，绝对无可能告赢的嘛。
因为是怎样？战争虽然是不爱发生，但是你已经发生啊，你战败就是战败嘛。所以所谓的取消不平等条约，那是胡说八道了。然后平等条约不能取消，这不平等条约不能取消，条约签了就遵守啊，啊你要执行啊，啊有执行吗？有啊，一直1895年6月2号，在基隆的外海横滨软上交接，台湾的周边群岛36个，其中有包括钓鱼台啦，这张就已经挂好日本天皇。所以你挂日本天皇，一直到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钓鱼台敢有还给中国？无啊！所以你唔通看九湾讲迄个话呢？九湾讲迄个话，政治上的含义非常大呢。伊较有可能讲唔知影讲，钓鱼台是日本的国土，啊，伊九湾要来买国土。很好笑呢，以东京都的名义买国土，当然他说那笑话，但你听看看也说得很趣味呢，他说我要买国土5亿要给你买，啊他说5亿来买了他要怎么，因为现主席日本为了怕中国，不是说怕中国啦，他不爱家属啦，因为建书那大都破去了嘛，所以伊伫这个钓鱼台顶管哦，也当讲真的个人来讲，伊也无迄个能力去迄个所在创啥物事。啊，东京都伊讲哦，我甲你买来了，我派警察住伫遐。我看伊若住伫遐吼，中国若好大，佮派渔船啊来吼，伊会甲弄。我甲你讲，啊，若弄了呐，开战呐，啊，开战呐，绝对袂开战，中国绝对袂开，伊袂遐戆呢。伊是声较大尔啦，中国人吼、哦，位头个话，伊你看嘛无要紧啦。中国人无你好啦，你开战我看卖。我甲你保证，若开战啦，毋免24小时，伊就投降啦。对，24小时啦，我甲伊讲24小时啦。你就是讲中国个武力偌好，拢甲你骗，等下再来讲。钓鱼台石丸啦，甲你讲了较济吼。钓鱼台像的，那是后壁台湾的，想讲台湾的，因为钓鱼台是台湾的周边群岛中的一个岛，是连做伙呢。连做伙这个岛，伊若讲钓鱼台是日本的，啊，所以爱讲啥？啊，讲台湾，啊，台湾像的，日本天皇的。好戏即将上场，啊、我甲你保证，中国绝对袂讲啊！甲结束，我甲看，我今天看两天来，中国拢点名踢起来，啊，中华民国嘛踢起来，你敢无注意？啊，无你阁歹啊！无你你继续甲马朝元干嘛啊？那马朝元来到地吼，日本就规个喊起来，啊喊起来呐！日本就讲，哎、欸、啊，这是上诶。啊！即摆追查落去，就讲，哎，要收台湾要过咱个呢？若你日本天皇个，啊，你日本免来保护嘛？我阁甲你讲，后壁阁趣味啊，足济啊！其实即导演啥物人？美国啦，美国在后面导演啦，所以你啊，我讲美国人足可恶呢，真正足可恶，我无甲你骗，真正足可恶。一点哦，伊看咱东方人哦，未起，因为安怎讲咧？东方人较细汉啊，啊，美国大拢遮大人啊，但是东方人头脑比较好咧。你会晓发明法律对啊？咱东方人，我着用法律甲你告啊，你爱遵守啊。所以后壁这场戏还佫足有他看。真短时间内底，日本即马开始咧夹棍啊。一棍，安怎棍呢？就是讲，哎，上岸来讲迄位，啊，所以日本政府伊嘛跳出来讲吼，啊，唔免东京多咧，我来买，我嘛要来买。啊，人无爱讲你无买，啊，人讲你买买，对，拢免买啦。
啊嘛是真简单嘛，日本天皇的嘛，啊你日本东京都买也好，日本政府买也好，嘛是还佫天皇的啊。但是吼、哦，因遐人戆戆，迄钓到美国的计计谋啦。啊，迄人会卖无？会卖。伊要卖予石原，你知影吼？伫昨今日早起，今日早起的时阵，咱甲达赖喇嘛见面，咱甲热比海见面，同款代志，还佫一个伫发生呢。咱民政府六个代表即马伫日本呢，咱有现主席有六个代表伫日本呢。你若看咱民政府看偌厉害就好啦。达赖啊来见，新疆的热比亚来见，日本也去见，还过几个国家，我即马是不方便讲，私下才来讲，因为这个转正式是转播。但是我直接爱给遐中国人，因为伊伫看，我爱甲伊声明，咱尊重西藏，好，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在法律来上来讲，西藏是中国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虽然咱甲台湾的见面，咱唔是咧甲鼓励讲你西藏都爱独立，但是咱要甲中国共产党讲，你对西藏的人爱用人权对待他，一尴尬唔能去自焚啊，这咪小花代志呢？现主席甲钱嘛，这几年来咧自焚看自焚偌济，两公一个，两公一个。迄足勇敢诶！我你敢知影安怎死法上解艰苦？自焚呢？自焚是上解痛苦诶死法。是安那我来知影，因为海洋之声伫台中诶时阵，咱有一个同志阿勇啊，伫咱台北诶海洋之声，要汽油啊，点火自焚。因为伊个后事我有去处理啊，现场我有去遐看，迄是死甲足艰苦个，知毋？迄也足大个勇气呢。不过吼、哦，我讲伊个死才是无彩啦。伊死个时阵含规个迄个播音室拢烧烧去啊！你若要安尼，嘿，你着去冒一粒炸弹去甲总统府呼伊就好啊！你若安尼创，不好。所以我无要鼓励恁自焚啊！我是要讲吼，啊对，我要讲就是讲吼，我不鼓励你们自焚，咱免自焚呐，咱有比自焚更快的武器啊，法律啊。你来就自焚，免自焚，你坐遐就好，你坐到遮就好。我甲你讲，迄个就倒啊，中华民国就倒。你啊看，我甲你讲，伊倒看有影无影，绝对倒，互你看。你们自己打破的、哦、我不错的呢现在说到法律，说到1952年的4月28号平平这个条约来说，平平这个条约来说，就这个和平条约的第二条，日本政府放弃那个日本、哦、不是天皇，是日本政府，因为日本天皇已经日本 Emperor 皇帝没了，日本是政府，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但是伊还佫保留一个主权义务。这个情形跟啥？奥克纳瓦同款，琉球啊。迄一天，在迄个1951年的9月8号要签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头前三天，杜勒斯伫华盛顿举行一场的演讲，内底讲啊真清楚。伊讲，虽然琉球是由我美国管，但是琉球是日本的政府还是拥有它的主权义务的残留主权，所以这个残留主权这四字啊，是头一遍在国际法里面出现了残留主权。同样的地位来看台湾，台湾在1945年4月7日旧金山、这个日本天皇宣布诏书，让台湾人跟朝鲜的人
来参战前跟参政权，台湾人为那一天开始已经变成完完道道地地的日本国民公民。啊，有人讲哦，啊，四月初一公布，啊，八月十五投降，啊，四天尔就无准算啦。我问你，有准算无？有无？你用你个头脑去想，有准算无？当然有准算啊，莫讲四个月，搁再十五天啦，一暗冇准算。你跟你的太太结婚去登记啊？结婚讲你想想讲不对嘞，啊，这无准算，会使无？会使无？你那点点样想有其他的企图哦？当然袂使你嘛，登记你登记好啊，都袂当讲改变啊。你若要改变，会使无？会使。啊，正是办手续啊，对不对？袂使的啊，教书公布就是公布的。啊，什么？还一挂四中国啊，就佮你讲，啊，你公布，敢若你台湾内底公布，其他人拢唔知。你看到久，人美，即个迄当阵的日本有法全世界吼宣布啦。迄宣布的教书，咱嘛要有看。啊，你讲好教书，有个人佮佮变讲，迄无效啦。啊，来，我提出证据讲有效，互你看。日本的参议院通过主院啊，通过一个法律193号。讲台湾会当派五个众议员，啊，五个众议员有实施无？有实施无？有无？欸，你拢袂记咧？林献堂就其中的一个啊，有实施啊，啊，你实施就表示啥物意思？迄招数有效嘛？迄滚滚的招数实施的嘛？安尼哪会无效？啊，招数有效无？有啊。我刚才讲过，恁只较大声的吼，绝对有效啦。所以四月二七九点半，咱招招的要来甲日本交流协会甲讲，来，你日本政府你来甲我讲，这个招数有效无？甲书面答复。三个月以前，伊来派代表来甲咱讲，我偷看伊讲，这有效。我想想，哎，唔对呢。啊，你讲有效是恁两个人讲的啊，迄代表讲的啊。政府就要一个文书来啊，所以四月二七上午九点二十分，你要来无？伫庆城街，爱穿西装哈，甲内裤带哈。民政府爱有一挂水准啊，莫讲清清菜菜穿的就要去啊，唔通安尼啊，无爱伫，你有无啊无？真个假的？来，有。无爱举手，我看嘛。你啊，臭肥，你啊，才一半尔呢。有，吼，足大声，有。台湾人吼，台湾人。我较唔知影咩，都你了手中，你现准时都无啊。欸，有影在通讲啦。安尼我互你怪去，你知毋呐？有话在通讲啦。所以四月二七。哎，啊，咪古今帮和平条，唔是四月二八生效吗？啊，那四月二七，为什么？啊，你唔知啊？四月二八拜人啦，看到鬼，什么人要上班？所以四月二七啦，啊，你知无？那你看，你都唔知啊嘛？所以你看台湾人看偌好骗。我来讲四月，我即阵来跟你讲哦，就这样和平条约是四月27号，对不对？啊，我当然唔对嘛，但是我来较歹呢哦，大家我跟咱讲啊，所以你那有主张啦，好唔好啊？所以我讲你爱看册啦，你若无看册，你就去用骗你啦。但是我相信我即摆去跟恁上课，我咧跟恁讲的吼，恁拢有看册嘛，所以我即摆无法度跟恁骗啊，跟恁叫恁举手拢无要举咧，有理啊，但是台湾人都需要恁安尼才对啦。报纸看到台湾。又跟某某国家断交，对不对？对不对？当然不对嘛。天皇，日本天皇报纸下，日本天皇向台湾代表冯什么外哈道谢，对不对？当然不对嘛。啊，其他拢点着呢。迄个姓冯是什么嘛？马，唔，我知影，唔是啦。流亡的政府，中华民国的代表啦。那好康的拢是因呐，啊那歹康拢是台湾呐，啊，日本天皇啊，
所以古今三和平条约一条米啊，将日本天皇啊，甲日本政府跟伊切断去。所以日本政府、日本天皇将伊的权力拢交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日本政府。但是会记得哦，日本天皇诏书宣布伫台湾啊，即现准是无取消代表表代表讲日本天皇甲台湾人民的关系啊呐。存在呢，吼、哦，这偌好嘞，你知不知？日本天皇甲伊的这个伊的管辖权，日本天皇即马是占，即马是美国占领，无唔对。但是有一天美国呐宣布讲，我要管台湾啊，撤出去，马上爱行上日本天皇啊，卖讲日本啊，爱日本天皇啦、啊，日本就变成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不对啊。第二条就已经放弃啊，是提出美国提出就是啥？日本天皇啊，啊所以咱即马安呐，爱跟日本天皇拉拢关系啊，啊咩拉拢关系？拜寿啦，对啦，去个每年就去个日本天皇万载，哎挥挥手，哦你要主题好哩好哩好哩，啊所以吼，我即马开始要找伊要一个文件咧。迄第五，迄、那个日本的迄个总督第五届、第六届吼，因日本政府有提出一个议案呢，什么议案呢？日本皇宫迁来台湾，伫大正十一年有提出这个议案哦。皇宫要徙来台湾，迄阵的意思是啥呢？因为日本的天灾太多了，所以伊要求吼，讲日本吼皇宫徙，啊日本迄阵有啊，迄、那个皇太子有一段。也有讲来台湾视察，你会记得无？你当然袂记得啊！你无看到嘛？伫迄个时阵啊，看到迄个册啦。大正十一年啊，都迄当阵。无啦，毋是啦，毋是民国十一年。大正是日本的迄个昭和国去的迄个啦，嘿，日迄是大正啦，嘿。都反正吼，迄当阵迄你。所以吼、哦，即摆日本天皇吼、哦，即摆我着去遐研究。当然，我即个研究是我有甲美国讲吼，我讲，伊讲即有理呢。其实美国你甲咱后壁你甲咱指指点讲吼，你即摆因为日本因为战败以后，足侪政治家吼拢去用剪掉，已经拢无勇气，人都惊啦，惊中国啦。我你中国你惊啥物啊？你无啥物好惊的嘛。但是呢，即摆开始啊，我甲你保证。美国开始会伫日本哦，来支持几个政治人物。我所知有三个：第一赵元，第二安倍，第三小泽。伊美国开始支持这三个，所以咱民政府开始就甲日本哦关系爱做较歹嘞。所以后摆咱民政府和日本的关系。咱就希望讲，咱即个、咱即个人，咱的即个民政府、即个同志，日本爱少读嘞，因为国鬼我要甲日本要求，我要派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去日本参加。啊，这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去日本参加，这拢代表什么人？天皇啊！所以你不管你有几个众议员。这五个人说的都比较尊重的日本天皇的意思你遵守日本天皇的话吗、欸、这个独立也很厉害、啊、日本天皇还让我们关来这么大、哦、哈哈真的头痛我没跟你骗所以、哦、世界会大转变所以如果会看命去看看台湾一定很好啊！这世界就是安尼去行。哎，后摆不是叫做大日本帝国，叫做大日本国。大日本国有分成六块土地，哪六块？北海道叫做大日本北海道、大日本九州、大日本本州、大日本四国、大日本琉球、大日本台湾。啊，天皇在台湾，哈，好棒哦！
所以今年十二月二十，我嘛鼓励各位吼，即马开始欠钱啦，爱三万八啦，吼、哦，但是唔是三万八就结束啊？你还可以做西装，因为咱大家拢穿乌的黑丝西装，吼、哦，大家拢爱同款，啊无啊地无啊，因咱去予日本啦，我甲你讲吼，今年啦，咱若两百个去吼，日本那边讲要派两千个啦，是不是要超过？啊，若两千个，搁2200位。你机场开始，甲靖国神社、日本的风景哦，日本若无变过，我随在你啦。嘛，同款，女孩子哈、哦，伊是一束乌的嘛哈，一束裙啊，一束裤，啊，若真天气真冷，穿裤嘛，系拢乌色。但是咱即马有统一，有一间公司甲咱做是5000啦，哎，5000块哈、哦。啊，你啊看哈、哦，这吼拢大拢穿同款的。啊，这个西装顶完，搁一个民政的迄个 logo， 吼、哦，迄你唔通看迄 logo 呢？迄去到日本吼，日本的参议员、众议员，大家烧成土呢，土到要害呢。迄块啊，啊，咱即摆无啊顶完，搁到迄粒吼，有够趣。我想想啊，中华民国国军吼、哦，已经无迄粒啊啦。啊，即阵咱民政有迄粒啦。即摆天地咧变啊，你也唔知。你唔相信？你讲你等于你今日等于你甲看民视，伊闹迄个汉光演习吼。哦那边啊吼，顶完拢无一粒，所谓建车拢无一滴，拢已经路掉啊，拢路掉啊。你讲，所以我甲我你讲的吼，即马外口还佫你讲吼，我讲的拢假，我讲几个互恁听啦。去年七月初，我讲中华民国迄个 logo 爱涂掉，飞机顶外 logo 爱涂掉，迄人大家讲敢有影？即马来有影无影？发生了嘛？马英九，我十二月三十日宣布讲，马英九一条80万，赢80万，有影无？有影嘛？1月16日号我宣布，中华民国迄本护照未当免签证入去美国，有影无？有影。还阁足侪代志呢，但是我只不过是未当先讲尔，因为中国伫听咧。我套路即马袂当直接套路，我套路因拢有看，你拢拜托。但是我要互你知影，就是讲吼，所有我若讲要发生的代志吼，拢会发生啦。你来看卖啊，台湾民政府伫美国有代表，甲台湾见面，甲热比亚见面。台湾的现主席六个代表伫美，伫即个日本。欸，你想說這是小事情嗎？過去民進黨有這樣做嗎？你敢想？有嗎？沒嘛，是怎麼會沒辦法？因為他代表是中華民國，你如果中華民國要去日本人反對，要去對人都反對了，咱是正正剛剛台灣，這個台灣民進黨是代表本土台灣人，別說那些國際法啦，那英文你就讀沒啦，一些推阿民的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n Taiwan, 伊都看无啦。Chinese Taipei, 伊都看无啦。今日等于你看一个报纸足趣味的，棒球队一个精英，精英棒球队迄个教练伊拉讲：“你们这些台湾的媒体啊，不要傻了啦！什么中华台北，台湾就是台湾呐！我有做功课呢，也原话是安尼啦。”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 ？Chinese exile 流亡 government in 台北嘛，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嘛。台湾的媒体讽笑了，你代表咱台湾媒体去，你讲我们是Chinese Taipei， 人教练讲你笑死人，那是什么意思？你都搞不清楚，你这媒体都搞不清楚，你该采访。你看有多浪费就好，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在变，一直在开啊，台湾的事情地位一直在开开啊，要再把我们骗不可能啊，啊是怎样中华民国对我们没办法处理，希拉蕊去年替我们讲话啊，10月30日讲的啊，在对讲，在海南岛讲啊，他说你中国要处理南海这些事情都要用国际法，奥巴马也说了，
现主席这领土有问题，拢是以前日本的土地嘛，北方四岛、北方四岛、独岛，甲韩国的纠纷，钓鱼台甲中国的纠纷，台湾甲中国的纠纷，南海，南海是啥意思？西沙群岛甲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甲南沙群岛，其实伫1939年3月9号，台湾州、台湾的迄、那个。日本台湾的高雄州已经安浪死啊，改成新南群岛、新南群岛。所以咱这边要去日本的时阵，咱要唱一条歌，内底就新南群岛。所以咱这唱我唔是乌白唱的呢，要教遐推下面的日本人教呢，伊袂记哩啊。所以真侪日本人来甲咱拜访了后，因安怎讲？我无想着讲吼，我以前的日本的精神哦，伫恁遮发现啦，伫咱台湾民政府发现啦。你台湾人吼，是比日本人，人讲以前咧，你形容日本人三一年拢守秩序有啊？大地震、海啸，哦，大家拢无饭好食，日本枵死几下咧，迄是报纸无写，但是有诶有写。伊枵死，伊宁可枵啊死，伊都不爱插队去买物件。7-11人排队，排足长诶，遮人入去，出来，再搁遮人入去，伊未插队。高速公路未插队，大家形成日本人诶守法秩序，对不对？唔免形成，咱嘛安尼，咱啥物时阵安尼？1945年8月15日投降迄一天开始，两个外月的时间，中华民国的部队还袂台湾来台湾占领以前，台湾人无政府、无军队、无警察，犯罪率零。迄阵全世界拢惊呢，惊着呢。建所的所在秩序遮尔啊好，拢无人抢，守秩序是不是家己维持？台湾人的本质真好呢，咱爱恢复台湾人的本质啦，对不对啊？爱教育啦，所以那天我去台南演讲的时候，一个中国的留学生甲问啊，那中国文化你打算怎么办？我说中国是恶劣文化，没有怎么办呢、啊？好的，咱会甲捡起来，但是大部分咱拢不要了。咱本身的比较水准较悬啊！伊即摆甲你教讲哦，伊有啥物中华文化？那有啥物中华文化啦？中华文化是碰风欺骗诈欺啦！所以咱伫网顶伫讲咱的歹话，遐拢是中国人，我无甲你骗，个个都是中国人。啥物台湾关系法保护台湾，我有甲恁讲过啊。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台湾是啥物 ？The people own Taiwan， 你家去变，你家去变，你等于有机会你去变。那 people on 台湾是啥物话？是流亡的中国人在台湾的，叫做住在台湾上面的人呐、啊，迄不是咱呐、啊，迄是本土台湾人啊，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呐、啊、，of Taiwan 呐、啊、，of Taiwan 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上海公报，拢是 people of 台湾，本土台湾人，咱是本土台湾人，但遐推下面袂晓看、啊。哦，刷的拢叫假牛啊，假牛一堆啊！什么民政府都爱美国来成立 ？No， 美国政府、军事政府若无甲你成立的时阵，你可以成立吗？可以，这是什么权利？自卫权啊 ，self defense。我们根据 self defense power。Defense power， 我们可以自己组织啊。咱组织以后，所以美国的2010年的7月4号邀请咱去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9月7日举办酒会。这是有一点哈、哦，强迫霸王硬上弓，一派来，一国代表派来，国务院、国防部、CIA。国家安全会议、司法部拢派代表来。虽然
阿伯白纸写乌字，但是伊伫行为上，当然承认。刷的是2011年的11月6号，交代台湾民政府内阁成立，参议院成立，国过去就是咱的内阁6个州成立，咱一切拢照法律行。咱若无照法律行，美国会甲你安排你甲达赖见面？不会吧？会去叫安排热比亚跟你见面？不会吧？你是什么东东啊？他为什么不要去跟马英九见面？很简单嘛。所以有人想要跟我们破坏，跟我们变，还早啦。那些人都不用插他，中国人，那些人有一天，民政府这些政权绝对处分。要用什么处分？我不会判死刑，我不会说，还要庆祭，鞭刑。民政府两个大主张啦，第一，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免费拢一栋厝，啊，这免拍破啊嘛。而且少年啊，拢爱拍破啊，你少年拢分会着啊，那少年啊，才17岁尔呢。18岁以上拢分一栋，啊，你帮他拍破，你还甲他问讲啊，钱从哪里来？对不对？你要问我，啊，要查无？打破才要跟你说。你说，你别人本来就有啊，你是要哪？那贪心啊。我跟你说哦，你如果有三间厝，你要注意哦。第三间的税金很重的，我先跟你说哦。我跟你说哦，咱的钱一定很多，第一，不用做兵，经费都省下来。第二，不用买武器，谁人要买武器？美国人是你的卫兵，你不要用啊！你给他占领，你就给他徛卫兵，徛好，徛正。你哪就去做兵？你买武器要死哦！所以台湾关系法里底有讲诶，伊用 provide， 伊唔敢讲叫你买呢。但是咧 provide 等于是买的意思，这个买是啥物呢？伊美国开菜单，你家己爱点。伊讲时到，你要叫伊去，伊讲哦，你家己欢喜甘愿呢？但我会甲讲，歹势，迄是流氓政府，流氓政府去甲你买，我台湾人伫纳钱，还我，我一定甲伊毙命，你要还给我，吼、哦，迄现在开始要有啊，对不对？现在开始要有啊，所以美国即马嘛惊呢，所以免买军费。不用做兵，当然不用纳税金，联邦税没那个联邦税。但是还有一点，港口都租给美国了，你买的基地对不对？中华民国在用我们的基地都没来纳税的，你都不记得了，你都不记得了。他跟你说要爱国，看到几个爱国，你什么人用土地，你都要立租金啦。所以美国去用夏威夷政府给收租金啦。夏威夷收取的第一名是租金啦，不是观光啦。观光才30%，敢那租金惊死你，要不我给你骗啦。啊，有这钱，我无法度给你18岁以上一栋厝吗？啊，国国民党遐财产拢行啦，行啦，行啦。我无带你一栋厝吗？无定两栋就听我给你的。第二点，台湾民政府以后绝对无监狱。哦，大家欢喜噶。哦，等下，无监狱的意思，讲你犯罪免关呢，鞭刑啦。你敢知影什么叫鞭刑？迄裤鞋脱掉呢？物理家地吼，我甲你保证，物一个吼，脚床配变作四地，袂当超过5个，迄物5个以上会死。5个以后啊，等于高牛屎，1个月好咧，过来，搁拍。你若
判讲二十个吼，一拜五个，四个月我甲你保证，你四个月内底你的脚边迄屁股拢在疼，啊，你会阁犯罪？我甲侬新加坡有一个记录，伊变形开始实施的时阵，伊讲迄犯罪啊，一天有三十个啦，变形一个实施啊，降落去才剩三个。啊，佫降就是过车三个月以后啊，两个月无看到一个变形的啦。变形比甲你抓去关啊，佫较艰苦。咱奈着讲吼，甲你抓去关，互你食，啊，佫请一个来甲你顾，啊，佫起厝互你住，免，爸爸会互你转去，孤牛仔家己去，啊，你会佫犯罪？我不相信。哦，安尼哦，我是讲一个月就好，一个月也过来啦。好啦，我不管啦，一个月来啦。所以吼、哦，死刑是无话讲，贪污绝对死刑。我先跟你讲哦，你唔通死搞哦，做官真好啊，真欢喜，真爽。贪污绝对死刑，我无骗你，所以我不爱做官啦。哦，你欢喜我无做官呢哦。所以我跟你讲哦，我是讲实在啊，咱民进党这点，我跟你保证绝对死刑，贪污啦。啊，你若讲哦，欺骗啦吼，啊就对这个性骚扰啦、伤人啦这些物件吼。拢总一律变形，绝对不爱甲你关啦。你唔通讲无关吼，哦，表示讲哦真好，无迄个代志。我甲你讲，你唔相信，你去犯罪，我看卖啊。所以今日网底甲咱乌爸母的遐，拢甲我记起来。你唔通想讲伫网顶都找袂到呢。我甲你保证，你伫底拢找你会到。走过必有痕迹，没有错。所以唔当多你讲哦，对民政府，你甲你民政府讲啥讲啥，早晚伊就再死啦，我无骗你啦。上好哦，那民政府即种哦，上好伊自杀啦，啊那无伊走未去。我是讲实在，正式宣告哦，迄向全世界宣告。你敢知影咱的网顶即马一日一？迄个每一届上课，拢有两万几个人在看呢。这是正式宣告。所以呢，有人在甲咱侮辱的，在甲咱骂的，我从来不回应。我来就甲你回应，后摆再来算就好啊。走未去啊！啊，绝对走未去啦！你搁骂嘛？你我多你搁骂嘛？你还骂我看嘛？后摆你就知。讲倒转来，讲伤济啊，浪费时间。台湾自从1952年诶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生效以后，谁来中华民国伫遮？因为中华民国迄当阵，就是因为开罗宣言，美国有答应讲，你中华民国。哪不侵略其他的国家，安尼煎熬啊！我愿意将这台湾啊来献给你中国，因为美国迄当阵就是讲台湾是因为中国诶日本去侵略中国，啊你要人挂回，其实不是这样子。迄是战争，伊战争嘛毋是讲伫台湾发生战争呢，是伊中国发生战争，伊中国无钱好通赔日本，用台湾挂互日本来赔。你讲你哪会知？因为当时的马关条约内底有讲将辽东半岛挂予日本，啊，因为辽东半岛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因为你会记国际法有讲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只有殖民地还是拓殖地才可以割让，因此这个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有三国出来，意大利、德国、苏联，因出来抗议，讲你这辽东半岛，你袂当中国割让给日本，所以日本无法度，日本才
佫签一个条约，叫做《辽南条约》，献予中国。所以，伊为遮哩当证明讲，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啊，咱台湾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是因为日本交和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明治的宪法底下去实施，所以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万国公法的规定。啊，有的人讲，啊，你胡白讲咧，啊，明明都殖民地就殖民地啊，人找以前拢写殖民地啊，啊，我再证明给你看。1947年2月10号的迄个意大利条约内底啊，意大利条约内底23条，意大利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没有那个 claim， 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但是台湾是日本的领土，所以有迄个 claim 主张嘛。意大利2月10号，意大利23条，也看你来看麦。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无 claim， 没有主张了。迄个主张就是领土才有主张呢，殖民地你没有权利主张了。敢那袂亲亲像韩国，当时韩国朝鲜的皇帝。在1905年的时候，和日本的天皇签一个讲并合条款，日本天皇得到管辖权，但是主权还是韩国第一条的。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这和平条约的第二条的 A， 日本放弃韩国的管辖权，这样韩国就独立了。这是原因是发生在这啦，所以因为中国人为着要摕到台湾，乌白编理由，乌白甲你骗，马关条约、开罗宣言，乌白甲你写，哎，这就讲伊的合法性。但是今日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全世界也好，已经给咱消息了，你台湾没有割给中国。啊！你台湾家己爱来行你家己的路，所以咱台湾要行家己的路，嘛不是真远呢，真近。但是台湾会记得400年来没有建立过主权的国家过了，咱从来无建立过咱家的国家。所以各位在座各位哦，恁拢足幸福的呢，包括我，咱安尼。在这世人里面，目睭金金，一旦看到一群的人民来组织政府，啊，来变成一个国家，各位，真的是天大的荣耀呢。我不知道你有感受吗？我有感受。我也有感受说、哦啊、大家目睭金金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灭亡呢，中华民国。你怎么、啊、你不用动用武器呢？我没叫你革命啊，我没叫你开枪，不用开任何枪，中华民国死，好快乐哦、啊、这是拍手啦。中华民国呢，其实伊无算讲国家，伊无还袂死啦，因为还佫一个金门妈祖啦，还佫两块南山妈伫遐啦，伊个嘛还佫算，还佫后摆中华民国是两块，但是，我有伫想哦，迄两块咱要哪想办法？国民党欠咱台湾人足济钱个呢。个拍卖，不过我想想哦，拍卖迄中国甲中国都敢安尼往伊往我，我袂。因为吼，若讲看到中国吼，想往是买啦。啊，所以你敢看讲，现主席即个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的官的人，
他阿伯会处理，一定要处理。来来算，有你讲大陆爱发钱呢？那中国对，嗯，爱怪个。欸，我未记得吼，后摆吼，我甲恁讲的，我要准备的迄个弹弓啊，伫遮。若讲迄两字的吼，拢爱藏一百块。我若讲迄两字吼，我互你发一万块啦，好唔？会使无？我一万，啊你若讲吼一百，好唔？啊你若做主管吼五百，安好唔？好，恁拢答应哦，答应哦，对不对？好，即马开始。台湾人哦，唔知影家己的地位，这是足危险的啦。啊，危险是为对，1945年8月15日。你唔相信？你去问你的老爸、你的阿公，伊一定甲你讲。日本拄在投降的时阵呐，台湾人拢哭呢。大家都哭呢，开啦，建书。过一礼拜讲，搁咧放炮啊呢，光复呢，啊，刷入去，甲欢迎呢。台北市甲欢迎的时阵，迄挂迄个旗啊，中华民国旗啊，挂电路屏呢。看到鬼样呀！但是台湾自从和中华民国一日入来吼。妥咧，台湾的治安为迄当阵开始歹去啊。文化水准足低一个民族，走来统治咱这高水准的文化的民族，你咩哪会下啦？1949年6月15日，40000块甲你换1块，你是拢咱拢无拄过呢？后摆民政府对遐中国人哦，咱嘛要甲40000块甲换1块，你啊看下。所以连前看你偌济钱啦，40000换1万，换1块啦，免烦恼，厝袂赔啦。嘛袂赔啦，会甲冻结啦，免烦恼啦。但是我只来讲哦，我不应该去上课哦，知名指名道姓不好了。保留啦，保留啦。嗯。有人讲姓吴，姓吴举手者。哈哈哈哈哈。哦，无啊，到伫后壁，咱饲只狗啊，姓吴唔能去狗的边啊。来，讲笑，讲笑，讲笑。狗会抓袂抓是一个问题啦。因为狗吼，主要是受着美国军事政府拜托的啦。其实你甲看吼，马英九含因遐拼遐中国人哦，袂下，你毋着注意无？吴伯雄去你外口去讲一国两区，马英九的发言人随发表讲我没有交代，有无？伊他有讲啊，发言人说我没有交代吴伯雄啊，啊吴伯雄讲有啊，他有给我纸条啊。其实我跟你说，你要知道，马英九本身，你知道他很无能的嘛，他真的很无能的，我可以证明，他跟我同学，建中，读建中，我们同一届，不是同学，没那么衰啦，同一届，我是考入面，他补上的，我每一届上课都给他点一次，他高一三科没及格，数学48分不能补考，因老爸让他去升级的呢，我这已经说很久了，说几十年了，都不要来跟我说，要来跟我说，现在建中，我一人一人说了，建中宣布说，不可以查自己以外人的成绩啦，以前可以呢，现在都不行呢，可以说我是建中的嘛，我是10班的嘛，我要去查讲袂使，你干来看你的成绩，你袂当看别人个，靠人安尼啦！伊即摆成绩歹，互你看啦。我毋知总是有一间看会着啦。咱民政府来质证哦，我昨日甲公布互恁看，表示讲我讲的是正确。伊律师也无调嘛，台大法律系是保送的。哦啊，因迄届内底敢若一个人无调律师，名叫做马英九。
啊，刷入去国民党，我报上予伊去读哈佛呢，法律系呢。啊，哈佛内底拢总有做美国律师，干那一个人无做美国律师，叫做马英九。啊，看咱老偌衰倒，我定咧想呢，我算一流的呢，爱三流的呢，啊，三流来统治咱一流的。你拢无注意呢？最近中华民国政策佫改变了呢，佫开始予中国的留学生会当来遮读册呢。伊爱读册吼，我甲你讲吼，一定照这条路来拼，来去排。中国人佫予伊去读建中，随去予伊读台大，安尼表面上看讲我足优秀的，啊是佫去统治台湾人。你若去予伊安尼统治两届啊吼，土去啊啦，台湾人死啊啦。我冇讲，我昨日有甲各位讲嘛，印尼航空公司来遮征求讲会晓讲台语的查某囡仔空中小姐，录取无半个，拢袂晓讲台语，你看会凄惨无？因为伊就甲你讲一句话，讲台语是无水准的哦，你唔通去讲哦。我伫台北市，我甲看吼。所有听到所有的查某囡仔拢讲北洋语啊！演员70%拢是中国人，台湾人啊生了较水的吼，拢无资格来；台湾人啊生了较烟斗的嘛无资格来。我访过环球电视台的总经理嘛，民视的总经理陈刚信嘛是。中国人呢，所以你想讲民视哦，偌公正 ？No， 迄心态上都不一样呢。啊，你知影迄个那阵电视台新闻部的经理吼，迄权限偌大呢？你新闻记者去采访，倒转来，我若无爱甲你批，你就袂让报呢。不过我以前嘛是感觉安尼啦。那讲到中国，我拢讲这个不要。啊、你如果說不要兩次、喔、記者不會去採訪了嘛，因為他如果採訪了時間嘛，我說不可以播嘛，所以同樣的心態，因為那些中國人興奮那些媒體，他也不會給你播嘛，所以我們如果去 AIT 去日本交流協會會不會播？不會的。你要看 TVBS 給我們點一次、喔、說我們詐騙集團办身份证、办护照，我无去甲伊讲啦，我无直接甲伊讲啦，我甲迄个另外一个电视台，我讲哦，我讲你马上甲我敲电话。我若办身份证，叫伊摕身，我若办迄个护照哦，叫伊摕护照来，我看卖啊。我讲伊若无停哦，我马上甲告，播一摆尔都无呀，不播啦。啊，煞是东升来甲咱。一拜我就跟他学路了，哎，你播得很好，你很公正。伊吼，但是虽然讲公正哦，伊伫播咱所有代志哇吼，落尾也敢若加一句话啊，啊，我知伊的立场啦。伊讲吼，七阵人吼，想要做美国人，将来要做日本人，你听无？七阵人啊，讲咱七阵人啊，想要做美国人，美国占领嘛，后摆要做日本人。日俗嘛，日俗美战啊！啊，唔知对几天才会成功。不过吼、哦，播两天吼、哦，都退掉起来。本来甲我讲哦，礼拜天要播一个长篇啊，有差不多20分钟的啦。我看迄个二十分钟已经去予 NCC 退掉起来啦。啊不，不要紧，不要紧，吼、哦，叫伊卖无要紧，咱的网络。咱台湾啊，这少年啊，差不多网络，我来甲各位讲，伫网络顶管拢是咱的网军呐、啊，咱的网军拢是主动的，因为现在少年拢是网军呢，所以我讲你网军要讲，要你伫网顶要甲人剪吼，你无去买摕一本册转去看吼，你真正无法度甲伊剪，因足好呐，骄傲，伊甲侬开罗宣言，啊，真正有开罗宣言呐、啊。啊，后摆你讲开罗宣言，你甲问讲哦，最近的和平条约你看过没有？啊，伊若讲他看过，你看过正本吗？叫打出来给你看，我甲你保证，伊绝对无能力。
马关条约你看过正本吗？我跟你保证绝对没能力。啊，如果有，你说看最后一条，看英文的啦。人有写啊，这些条约以英文那个那本为主啊，你汉文的没尊重啊，啊，你要读英文吗？哇，他们都倒了，我不骗你啦。1972年的上海公报说什么？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我说一次哦，1972年的2月28号上海公报，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美国认知认知 acknowledge， 这句话你听有无？听有你举手。无啊，无确认，再来你还有问题咧？我搁讲，我讲一摆哦。台湾海峡，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你什么人？你什么人啊？你流亡啊？无啦，我讲你什么人啦、啊？在座你什么人？伊讲的迄两边的中国人，敢你？对啦，就是这句话啦。美国讲哦，我跟你讲啊清楚，你能看无？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跟我们屁事啊？听有无？你这两边的中国人，卖遐兴奋啦！这两边的中国人拢认定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卖讲美国认知嘛，我嘛认知，我嘛赞成，跟我屁事！我是台湾人呢，啊，有人看无诶？有的人就想讲哦，认为讲我就是中国人，啊，所以你就干嘛讲哇？美国刚刚那就嗨啊啦！你听有无？无你唔相信，你甲编迄个上海公报出来看卖啊，是不是安尼写？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跟你台湾人无关系啦，唔通自己吼对号入座啦，跟咱无关系呢。所以你上课有记得无？有记得呢。我若无甲你上，你哪唔知啊呢？没有错。在这个三个公报里面，三个公报里面，美国从来没有表现出他的立场，重要的，都是你中国怎么说，美国立场都没表现了。没有，美国跟中国说，他说这样啦，我们双方要尊重双方自己的领土的完整啊。美国说好，台湾不是中国的啊。美国说好，中国说好，他自己说的啊，那是建交公报里面写的啊。哇，美国要求巧啊，跟硬啊，跟怪啊，他写的啊。啊，所以现在中国啊，他们其实你看我知道啦，因遐中国啊，即马讲哦，要求若要写迄个美国甲美国要签什么条约吼，爱去问林志升啊。我是研究战争法呢，你唔通叫是讲和平条约凊彩写呢，我无骗你呢，不是随便人可以写的呢。迄内底就一句话唔对就死啊呢，迄国家就死啊呢。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很好。我拢台湾人，我徛较边啊。你们安怎讲领导的代志？所以《上海公报》、《建交公报》、《三一七公报》，跟你什么关系？跟我哪有关系？主要的关系就是伫这个中华民国啊，会安怎来离开台湾啦、啊？啊，中华民国离开台湾的以前，中华民国甲美国讲哦，我不能回去中国啦。因为我们那一战，我回去的话，他们会杀我了。讲共产党会抬因遐国民党的啦，所以美国甲讲，安尼好，我知道了。签埃克法，6月29号签埃克法，
《埃克法》是和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埃克法》，安尼内战结束。所以六月三十号，美国的海军诶第七舰队的军舰入来台湾，签了随即办。所以签了，中华民国才害啦，叫骗你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干嘛好骗你啊？啊，我跟你讲一个消息，去年十一月三十，咱去日本去参加第七舰队的迄个美日军事同盟的会议，有啊？美国的第七舰队跟咱保证，六月、七月、六月、七月，美国的第七舰队要伫左洋靠岸。拍手啦！你听啊，拢戆起安尼啊！这个消息，你即马头一摆知影啦。六月、七月，你甲看，我甲你保证，第七舰队伫左洋靠岸。我甲一摆敢若未卜先知哦，我每一摆讲的拢会实现哦。我跟你说，我有在想说，我有想说，那天我们所穿制服地帽子来去军舰顶上参观，不用打火，不用打火，我知道你没西装，我知道你没西装。嗯，无啦，毋是凊彩做诶，爱共色诶哦，大拢共色诶哦。嗯。哦。脚拄仔我嘛要穿，我去去。哎，对啦，哎对啦，迄个人巧。我甲你讲哦，哦，我即马讲诶吼，系啊，即马中国拢听听起啊咧。我当然无你惊，我当然你惊诶。哎，我哪里惊吼？为两千零六年开始告美国，到今今日为止吼，中华民国掠死啊！我哪徛伫遐甲恁讲啊，大细声，无可能。所以吼，我要讲过转来就是讲，今日的这个台湾已经和日本和美国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我要再一摆要批评咱的民进党，唔是咱的啦，中华民国民进党。无啦，迄免发啦，我迄两字才有发你来呢。我咧发字啊，真济，我惊一条。我想害啦，我来讲啥？无，我无讲唔对。中华民国民进党哦，一开始就甲咱骗啦。你唔知会记得无？为东华时代，我还阁印象有够深。迄当阵吼，因咧东华伫演讲哦，伫咧网咖伫演讲，吼，我当读建中啊，我去甲伊听咧。哦，听啊有够感动嘞！遐好想哪有人遮好胆讲遮遮济话，那底下一日饮嘞，钱嘛一日饮出来。我大家拢用拼的，你毋来会记得无？我那放假是大家用拼的，嘿啊，拼好伊啊！我讲用拼遐，我饮嗨啊，公共汽车是嘛惊好啦，我用惊到我得意啦，惊叫马噶。你走了很久的，走超点半很久的，我们的热心就是那当中，我看大家都同样啦，我们这都同样啦，从那当中，没想到人那个蒋经国很聪明，1985年的时候，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法律通过，法律咯，通过，要求流亡的中华民国的政府蒋经国啊，要允许东华的成立，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还有成立，是因为美国的压力，所以蒋介石啊，不，这个蒋经国啊，和民进党成立，但是有条件两个，第一，你要在我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去成立政党；第二，我给你钱，我给你人。就是今日的新潮流啊，就是迄当阵蒋经国一手安排的，
所以你看今日新潮流的拢走去中国去投资，今日新潮流的伫淡水边出代志以后，伊拢无代志，你有注意无？伊迄新潮流的伫民进党做大官，乌遮济钱，拢无代志。洪启昌去年走去中国访问的时阵，美国的 CIA 三天来就甲我讲啊，我就随写文章甲批。落尾啊，记者去甲问洪启昌讲，啊，听讲你有去中国干啥？伊讲有啊。所以我伫遮去上课，我所讲的绝对是实事，绝对是上界真的，因为美国甲咱讲的，我伫遮拢会宣布。啊，那搁再一摆，你甲看今年的六月、七月，美国的海军，诶，这个美国的直接舰队会入来，咱会做呀。所以，大家你讲，等到我看到美国陆战队的时候，我才相信。我跟你讲，即马两千名海军陆战队伫台湾，你去台东的长滨去看卖啊，你去乐山的迄个新店的乐山，你去青团港，你去嘉山花莲的，你去左营。你会当看到美军呢。中华民国为着要反美，伊甲你制作讲瘦肉精。瘦肉精，澳洲600票对10票会当入去，日本会当入去，韩国会当入去。国民党去塞弄民进党，塞弄台联，互伊资料。讲来反对，其实猪肉的毒性比瘦肉精强2000倍。啊，谁来在反对瘦肉精？你敢知影真正的消息？因为瘦肉精是美国要吃的啊，20000名美国要入来啊。美国人拢吃牛肉，你台湾人几个人吃牛肉啦？你举手，我看你几个吃牛肉，一个尔，无苦啊！哦，你嘛吃，系啊！啊，人美国主要是美国要吃，但是予你造成你对美国的反美，甲你讲哦，哦，美国这毒的物件，你摕来我台湾人吃，会歹势呢。你台湾人买单去甲美国买两种，一种有饲瘦肉精，一种无饲的呢。这无唔对啊！继续决定一切嘛，敢唔是？马基奥，迄、那个司机拍迄个司机有无？造成一礼拜反日，坦白讲哦，咱去害着迄个日本人啦。因为咱去日本吼、哦，中华民国紧张啦，讲哈，恁这点人哦，要去甲日本统一啦。看到鬼，咱要甲日本统一无啊？我是要日本天皇来尔。那要统一，咱要管日本啊，造成啥反日？小拍赔300万，你袂头一摆听到？报纸有啊，敢无？计程车司机甲人小拍，上济3万块、5万块尔啦，啊判刑，互你判啦，1-3个月啦，是一颗罚金啦，敢无？但是台湾人看无呢？台湾人看到说，哦，你日本人怎么这么压迫，哦，你怕我台湾人？ No， 那是造成媒体给造成反日反美，因为我们民众起来了。所以那个孔庆东啊，在中国北京大学的教授在香港闹开，他说什么？比狗不如啦，他说、哦、香港人比狗不如啦，啊，台湾人有一小撮人啦，就是说我们啦，走去日本啦，说要跟日本统一啦，那不是说我们，是说什么？那人都不会读书嘛，
看无嘛。回到历史原点，咱的要求。我无要挖日本，我嘛无挖美国，我更加无爱挖你中国。回到历史原点，台湾人是啥物人，你就爱甲承认我是啥物人。我本来有日本的国籍，你都爱嫌我，敢毋是？嫌我以后，你才来甲我问讲，啊，你变啥物人？干咩呢？世界人权公约内底写甲足清楚，十五条之一、十五条之二啊，每一个人拢应该有个国籍啊。啊，每一个国家无权利甲每一个人的国籍甲取消啊。国际公法内底有啊，人权公约啦。所以你日本人的国籍，你先嫌我。你来问我，我要变什么人？阮家的代志啊！你若想讲啊，你美国占领，你要变做美国人，嘛是会使啊。你讲我要变做美国人，我要是日本，啊，日本传统你来台湾住，我嘛欢迎啊。是我台湾自治，我台湾要管咱台湾家己会使哩无？当然会使。联合国迄当阵就是安尼讲的啊。1950年12月23号啊。所以。台湾人唔免让外口的人来甲咱主宰，是咱台湾人爱来主宰咱家己台湾的前途啦。他们讲啊，有真侪政治人物拢讲啊，听咱的演讲了后，讲哇嗨呢，即落许林志兴演讲雷家地吼，拢倒啦。所以电视台若听到林志兴三字哦，迄时段拢不爱卖我呢。哎，你讲。哎，我无遐侪性命啦，先生。好，恁吼，恁家己去安排，若有500人、300人，你甲我讲，我拢去，安尼好啊。好，请坐。我无骗你，你唔相信？我伫讲吼，反正我话。足有自信的，我吼电视内吼，那给我3个月免3个月，给我1个月吼，啊一天1点钟就好。我若甲练咧甲地吼，啊若无拢变，我随在你咧。我有把握啦，因为我读足多的，啊我讲拢事实，拢法理。4、5年前，我伫国际上有甲网顶甲挑战了。你会当来向我讲的所有代志拢甲挑战无要紧，到今日我没有看到人家来挑战的。除了就一寡吼，唔惊无唔知路的遐个人啦。台湾管理法，台湾都爱保护，看到鬼，迄台湾管理的 People on Taiwan 伊读无啊？迄是中国人，你保护中国人诶。今日你上课上个重要一点。中华民国甲台湾爱拆开，彻底切开。台湾毋是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嘛毋是台湾。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台湾民政府才是台湾政府啦，就这么简单啦、啊。这么简单，但是这么简单，你定来会飞去呢？你现在会飞去呢？你唔能今日上课，你听有吼？明仔载报纸阁看阁听无呀？希望袂啦。所以你我刚才要甲你建议讲，若报纸写中华民国，你甲台湾甲囥起来看卖啊？啊是伊若叫台湾，你就用中华民国囥起看卖啊？你会发现呢，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不是讲干那你一人了解到呢？各位在座各位哦，你爱教话啦，所有的朋友爱甲讲啦。但是即马开始讲的时阵哦，你会拄着一寡困难，因为一寡推下面呢，还佫听无啊？是咪甲你讲？啊，这政府都好好，你呢？你通啊，要甲变互调去哦？欸，我讲的拢熟悉的啦，我拢足知影，因咧要讲啥，我拢听我背互你听啦。18%绝对袂甲你赞成啦。其实遐推下面的吼，
那民政府来执政哦，绝对比18%更加好啦。伊唔知啊，敢若一间厝你就足爽个，敢毋是？比18%较济吧，全部拢免钱。民政府执政全部拢免钱，因为。会啦，拢免钱，免钱就是免钱啊，无健保即摆拢乎你，判病无要紧啦，免钱。我甲你讲，等下卖遐过分哈、啊，健保就照顾啊，搁油电水。我甲你讲，啥物讲健保免钱？你敢遐老乌啊吼，遐农民吼，拢甲停掉吼，只有剩啊啦。过摆吼，去甲你领一堆个药啊，摕去中国。是咱哦，发100块哈、啊。你讲迄两句话唔对啊？摕去中国啦，迄两句袂当讲。变作2000万人，我不讲2300，2000万人伫饲15亿个人啊。因为伊个食药拢是咱个啊，那袂了。这实在讲吼。台湾人如果不要觉醒，就是自私自利的人太多了。你也个人玩，我跟你说，个人玩对不对？对不对？个人玩对不对？要再听无？哎，个人玩。不啦，袂使啦，袂使，照时间啦。等下咱的迄个啊，做副主席爱结业式啦。等下，佫三年无要翕相啊！哎，是，看册啦，拜托，爱看册啦。哦，你讲，我变穿咯，你去，你去网顶去看吼，内底吼，为第一集甲28集拢有。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哦，我甲这个东心报告哦，我一人要应付这么多人哦，我无遐侪钱去做遐啦，无你就家己去烧电脑哦，甲恁后生讲去烧，迄光碟片给你啦，我真正无法度啦，你爱原谅啦嘿，我一个人尔呢，虽然无某囝好谈爱饲哦，饲我一个人话不得了呢，我袂袂，我有甲恁无款无，恁家己讲，我有无款无？有啦，有无？有。你拢无遐细声，有无？我无款呢，无款，像做甲今日日本也去，美国也去，美国也过，哦，足了不起呢，你袂感觉吗？嗯、啊，哦，你甲帅哥讲、嗯，好啊，你甲帅哥讲，你甲拜托帅哥，啊。民政府啦，即种免烦恼遐个啦，要来读册会使啦，付钱啦，互伊付钱就好啦。你接待伊，甲接日本人来遮读册，拢一模一样。迄是外国人啦，迄边是外国人啦，你莫有迄个感情个用事啦，对不对？对。好，好，你讲。别烦恼啦，你别烦恼，你别烦恼啦哈！哎，别烦恼，别烦恼，别烦恼！我跟你讲哈，美国掌控所有的一切，你别烦恼哈，绝对掌控，你放心嘿。没啦，我有足注意这哈，没啦，放心啦。拢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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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拢免。后摆台湾哈，两种的，一种哈，就是讲。台湾民政府吼，执政以后吼，新台票会改成正台币，正台票，啊，等值美金啊，美金一块，台币就是一块啦。旧的中华民国的币制拢不爱用啦，我无遐戆呢。要执政的以前哦，伊甲你印一堆，中华民国甲你印一堆啊，
对不对？拍摄啊，你要换正台币啊，有限制，时间偌久，刷落去呢，偌济，我看两来源呢，你的钱为着来，你唔通你家己印呢？中央银行家己印，家己换，无遐戆啦，我无遐戆啦。人伫讲啦吼，美金啊改色，美金哦改颜色，今日明仔载改红色，美国会升值差不多上少升差不多十分之一啊。你听有无？黑钱拢卖出来，黑钱拢收起来，换色就好啊。你听啊，对，换色哦，遐黑金哦，都袂当出来啊。我跟你讲哦，咱的头脑拢足好个，免烦恼啦。台湾人头脑夭寿好啦，免烦恼啦。迄个我今日吼，虽然安尼，我甲各位讲最后吼，几个代志。第一，四月二七上午9:30要伫庆城街，你爱穿乌色还是深色的西装？戴咱的帽啊，无帽啊，我无欢迎你来，因为吼爱予日本人、美国人看，啊，美国拢有去甲你照啦，吼、哦。参加这几个参加吼，你会得到美国的保护啦，免烦恼啦。嗯，9:30。第二点，再一点，伫 AIT 了，伫个公边食便当。便当食煞，咱的六架战车位遐用行的，当然有的所在是坐迄个战车顶端啦，吼、哦。啊，练习伫迄个麦克风啊，练习你讲安怎讲迄个宣传。为遐呐，估计吼点半行来遮，转来咱遮差不多4左右啦。哦，啊你若唔捌运动的吼，来运动就袂歹啦，会行较铁脚啦。因为我迄天吼去遐南崁，南崁吼，嚯，过两天吼量要袂振动的。迄是迄天我的经验啊，迄天有30-30吼，含我话做伙在咧行。啊，拢我甲问问，拢唔捌伫战车顶悬伫活动的人。各位在座拢是将来行政官啊，插一寡遮个代志袂歹啦。过来5月25、26、27高级的行政班，我邀请各位在座遮个人，即届我邀请你。我以前我无邀请，无你去看第一期甲二七期我无邀请，但即届我甲你邀请，因为即届真正真好，水准拢足高嘞，我们很喜欢，你会当来。啊，国国就是讲，恁即马有美国的国旗，会记哩，爱用旗杆，哎，对，旗杆对，谢谢你，哎，哦，三支拄啊好，嘿，哎，啊，你若无，家己无旗杆嘞，我拜托吼，拜托，分卖只一包啊，啊，卖乌白请人客，钱都有啊啦，旗杆吼，迄短短啊吼。到了30遐尼啊悬啊，啊老鹰伫顶悬啊，所以呢，迄本册我嘛希望你买，啊你咪敢买，摆伫恁兜的迄个册架好看，啊去读，尤其少年一定爱读，我告诉你看，你今日你对会对哦，你今日对会对哦，甲民政府啦，即前迄一工你对袂对，我甲你讲，哦你就跟得上，所以迄册爱读。欸，你還有人玩我知道啦，你不用緊張啦，我不知道啦好，我不記得要說什麼蛤蛤啦，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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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給你檢查啊，你現在高中班的時候我叫你蛤來給我看看啊，要為我插白，因為齁台湾的地位真深啦，我跟你讲，真正真深啦。我读足久的呢，啊，我读足久的，才写一篇文章哦。你五分钟把它解决去啊，你来读，好不好？哈、哦、啊，这期呢28期哈、哦，啊，甲这个所在外课，甲这要结束。啊，刷落去的咱的副主席哈、哦，因为咱即马有六个代表哈、哦，咱的总理，咱的议长，啊，咱这个也做，咱迄个核顾问哈。哦
啊，咱的财务大臣，啊，两个日本的翻译官，即马伫日本。啊，恁有看到哈？蔡明华是咱的副主席，啊，兼这个驻美代表，含迄个达赖喇嘛亲切的见面，啊，甲维吾尔族的热比亚哈啊，嘛有甲咱见面哈。你会当讲咱民政府美国的帮忙开始国际化。哦，国际上含遐人往来，所以民政府绝对不是算假的，民政府是真的，真的在做事情啊。所以希望各位呢，因为中国一定想尽办法网站哦，甲你乌白讲，甲你骗哦，啊，互你惊，免惊，一切你闹代志，拢讲我林志兴，我甲你当承担所有的一切，啊，好冇？谢谢各位，谢谢。吃起来，起来。